两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无妙智圣王三老祖。各位维新正教易经大学一至十一届所有田氏同修，我们继续下午来为各位来谈解风水之禅。风水的禅包罗万千，风水之禅处处皆在，无所不在。风水之禅在生活还在思想都是风水之禅啊。我们要来讲风水之禅，风水之禅就是如来最上禅。如来最上禅就是山河大地都是如来最上禅。你看一个三行九星，即是如来风水最上禅。我们看到有一个山，这街呢，家出的人都很凶悍。在台湾某一个县，一个佛寺对面山都是这个尖尖的。所以这个地方的人出的人心狠手辣这里所住的人他们杀人不眨眼在民国以来每年一定要出来一次杀人，就出草出草后来日本统治台湾
动用国家警察的力量，将这里的人很凶狠的人抓来枪杀掉。后来才查出原因就是台湾原来住在这里生存被赶到山上去，所以很不满，每年要出山出山来杀人头，回去山上用酒头绑着嘴开开了，斩掉了水酒就能灌到里面族人就在跳舞，在喝那一些酒为什么会这样？研究风水学的原理就是那个山形，每一座山都很凶就有如那个灵鹫在那要吃人的肉这也是从山川灵气山形所发生出来的我们到中国大陆进入内陆长江沿岸才发现长江沿岸的山形很凶悍，尖尖的很凶悍，所以在历史以来战争都在长江两岸这个也是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所以我们研究风水学我们要懂得这山川灵气的哲学要懂得山河大地出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所以我们要避免人世间的浩劫，我们要先研究风水学与人性学，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防患于未然与其无所生，不要等到发生了之后再来想尽办法要来消灭，那就没有智慧所以希望各位同修，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理解这即是风水之禅祝福各位学习百万里
各位同修啊，有一句禅语：地灵人杰，和地灵地不灵，人不杰。这地灵人杰，啊，你看三行，你就可以了解到附近的人的人性。在台中县和苗栗交界的地方，还有一座山，看起来呢就像一只狗，一直跑。这山谷从这里经过，山谷这里出的人很凶悍啊，所以人就不敢从那里进去。从那里经过，身上所有的东西都被剥光光，连牵着一只牛过去，牛都被劫走。所以当时日本人统治台湾啊，日本那个是宪兵啊，就将这个地方的人啊抓来枪毙，才抑制这个不必要的烦恼。啊，这个就是地不灵，人不杰啊，出的人就是贼小偷。因为狗它会偷出东西啊，这即是风水禅。风水禅机密，所以我们研究风水，研究山河大地，研究山川的灵气啊，你们一定要深入研究，和哲学、形象学啊、灵魂学一起研究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他要么到某一个地方去盖一间工厂，工厂是很漂亮，地是很漂亮，
啊，要设计，要像这样前面尖尖的，像火焰。火焰啊，这里火焰变成蒸动啊，蒸动住在这里，你所住的人喜欢与人好斗。出生的孩子，一个比一个凶，一个比一个猛，啊，所以，啊，我建议他这个地方你不要了，地买了就好了，可以种其他的东西，不一定要盖房子。用师傅啊，我不相信的人，不相信随便去相信。我说好了，那你这句话你讲了，我不干涉你，随便好。他就去盖了，不知道请哪一位大师盖了。这栋房子还没盖好，就开始与人争斗，与人相告。盖好了，没有办法落成，与人争斗，弄成乱七八糟。所以就认来又来求救老祖，有什么办法能够化解？我说你的恨、甘怨已经累积起来了。啊，老祖他也不为他来想尽办法。所以老祖讲了一句话，同学们爱会记哩，神仙难救无命人。神仙难救无命的人，啊，神仙所以就不敢勉强啊，我也不敢勉强。但是信老祖的得永生，不信的，那你就自己去看着办啊。这个也是风水学资产的重要性啊！祝福各位。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啊，风水资产机满满皆是，啊，我们的身边一草一木都是如来最上禅。
啊，我们到大陆，到嵩山，啊，看到中岳庙前面啊长了树，很自然的青龙白虎，它的山形是树龙边的弯的是往内，白虎方的是也是往内，啊，中间是一个道路通道，这两边的树它也像盘龙一直往上去，你说树原来种的小小小苗一千多年了，结果那个博士两棵两排拿那边爬凳椅向着中间啊，所以我带了我们旅行团啊去参观啊，发现那一些树好像一盘龙，盘龙不算什么，植物的自然成长，但是两边盘龙都会向内，这就妙了。所以中岳庙1500多年的历史啊，继续延续下去啊，所以我们进入山区或是山河大地，你要懂得看树木草木啊，草木都有神在转化，除了树木和草以外啊，这个地形啊更富有禅机，地形，所以地形啊，它的变化不可思议啊！你们从暹罗市要往草屯方面啊，在右边的九九峰。啊，九九峰它的地形就有如山河大地，风浪起伏，真是妙啊！所以你们有时间不妨就都来暹罗市来看着对面
九九风啊，他的三行，他曾经，我们还没买到仙佛寺以前，我喜欢看风水，啊，就被风水大师迷住了，吸引住了。这九九风啊，你去算，若是一百风，那你这里就会出皇帝，也出皇帝啊。那时候我的贪念很严重，有时间骑摩托车就来九九峰山腰，在那边算，永远算不出有多少山峰啊。等到民国七十七年，在台中市经修院，老祖说开市来，你要去买一块地来做道场，做仙佛寺的道场。我请示老祖，老祖说你到普里地区去看，普里地区啊，有一个帝王宝地啊，我就贪念跑出来，就到普里去到处找，开始再找到灵岩山寺下面那里，四面环山，很漂亮啊，认为就是皇帝地了，要买，人家也不愿意卖出来。啊，又到灵岩山寺上去看，啊，那灵岩山寺是一个孤阴，老祖说开示了，这孤阴是先败而后绝，先败即有专。啊，我就没有买。啊，就又回来，找到九九峰的对面这里，就现在的仙佛寺。啊，那在这里定下来，买下来。啊，才发现禅机山仙佛寺，禅机处处皆是禅呐、啊。祝福各位。各位维新神士同修，风水学诸禅，包罗万象，千变万化，遍满宇宙虚空，大无其外，细无其内，都是风水学之禅，也是如来最上禅。回到七十七年，我还在台中仙佛经修院，为各界接受问事，帮忙加持收经啊，一有时间就往
普里，普里太多的风水宝地啊，老祖也开示了，你要从这个思想把水口这思想相比，把这个水口把住了啊，你看到思想把水口啊，你就能够知道风水宝地在里面啊，这是仙罗寺在这里生活是在这里啊，前面左边水口的地方是象，这边是狮子，狮象把水口里面就有大宝地，就是生活是。仙佛寺这一块宝地，现在的这个地方，我请示老祖，老祖啊，师相把水口进来不是会出皇帝吗？老祖笑一笑，啊，卖他妈啦，不要贪，你能做得对。你就可以在这里当道场，所以我啊看到这块宝地从公路上往南看，就是仙罗寺这块宝地。当时我研究也没有那么透彻。啊，所以看到这块宝地我在对面这里，我们现在买了那块地子附近这里一看，左边右边中间啊，这是一个大宝地，老祖就来开示了，这个地方的宝地，这块宝地会出贤人，会出很多的贵人，啊，老祖就开示了，要我去找郑成功时候留下来的一个祭文，啊，这个祭文。我找到了，我很感动啊，这个祭文举望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隔尊严，左仓右库
帐篷上，南西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八百烟花列两旁，十四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看蔚然，九曲来朝去诸贤，归首把门紧固锁，可惜生欢雄霸聚，此地抛荒待时闲。哦，我看到读了这一首诗，刘国轩留下来的诗，我非常感动。我誓愿要将这一块宝地，仙侯寺的宝地啊，把它开发建设，让全国世界人民有这个福报来这里研究风水学的奥秘。再看到这块仙侯寺的宝地，我就请老祖师尊助我有缘买这块宝地。当时我身上没有钱啊，这块宝地要卖了1250万。那时候1250万的时候很大，所以我就先借了20万做定金，向张叔齐向他借20万来做定金。买下来之后，常常来到仙佛寺这一块宝地，来这里来研究他的禅机在哪里。啊，后来才发现这块地的对岸就是99峰。99峰，99华山贵尊严，华山何事隔孙烟，左仓右库帐篷上，南西北改会岸前，十四王侯将相地，一脉无边坎蔚然，九曲来朝去诸贤，归首把门紧固锁，可惜生欢雄霸聚，楚地抛荒待时闲。就是这一块宝地呀，祝福各位。铁骑带万里兵，烟波星空妙地仙。啊，这一首风水宝地的祭文是郑成功的国师刘国轩他所留下来的禅机密，太伟大了，了不起的大师啊，把山河大地以人的人体啊相辉映，而写出内外双修的风水宝地的禅机，举望华山贵尊严，头抬起来，华山就是形容西方极乐世界的灵山，华山何事隔孙烟啊，看过去这个华山为什么隔了一条深深的大河呢？
啊，那前面这一条大河就是乌溪，奥克乌溪。啊，刘国轩大师形容的太美，华山何事隔深烟？深烟就是很黑暗的、很汹涌的大河，就是生死大河，绿色大川。华山何事隔深烟？左唱右护藏屏障。坐的这个地方，这是左唱右护藏屏障，已经点破玄机密，点破禅机。左唱右护藏屏障，风水宝地就结在这里。啊，这是主人的主，就是仙佛寺。现在我们弥陀讲堂和维新圣殿，整个全山啊，这一个宝山啊，所以买下这块地之后，常常在做梦，梦说我买到好地了，怎么样来经营，怎么样规划设计，才不被破坏风水啊，能够让有缘的人来这里修道、学道、成道，这是我的梦和我的愿望。左仓右护藏屏障，左仓右护啊，藏屏是胸心，藏屏障。南溪北港会岸前，啊，南港西，北港西，啊，汉普里的这溪交汇，汇到前面来，汇到我们的胸口来，我们的肚子里面，啊，南溪北港会岸前。湖海星辰来拱照，湖海星辰身体上的毛细孔就湖海星辰，所以难怪刚才我一讲到前面一段，整个脸身上都扬起来，啊，脸也扬，啊，我也这里空气不好，不是，仙佛寺的空气是非常的好。啊，原来这里面暗藏玄机，所以太上道祖啊的徒弟就是鬼谷子、王禅老祖，太上道祖。他骑了一只牛，身上那么多的牛毛，把它挂在这只牛独角牛的身上，啊，往后看，啊，这个也是我们修道的禅机密啊，我们修道要懂得要有如牛毛那么多的众生烦恼，
啊，这个就是太上道祖的禅机。啊，今天我们上这个课，讲这个课，太上道祖也来了，我也很感恩，用这样来启示我们。啊，太上道祖他所骑的独角牛，啊，王禅老祖所骑的牛，啊，是两脚的牛，太上道祖骑的牛是独角的牛，那就是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我们学道修道要懂的。所以老祖开示我要念这一首诗，走苍右库藏平上，南西北港会岸前。南西北港就是我们的口和我们的肠子，九曲的肠子啊，这么引射到人的身上来。湖海星辰来拱照，就是身上的毛细孔那么多，多如牛毛。修道人世间的烦恼事多得如牛毛，但是真理是一啊，所以啊，这一个风水宝地，左仓右库藏平上，南西北港会岸前啊，所以我们今天告诉各位，这个地方仙佛寺会出圣贤啊，99个圣贤，希望各位同修大家都能够好好修，都成圣贤啊，祝福各位。Thank you.